Hello， 各位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易安音乐社。好，我先来大家来个自我介绍，迟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迟毅。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何洛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孙一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安音乐社的于牧阳。哇塞，大家都好捧场哦！今天我这个，大家没发现我自我介绍哦，大家哦对，哎我怎么忘了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林墨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？谢谢谢谢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有六封信，可是却只有五个人？那哦 ，OK， 那有没有发现今天这个地方少了一个人呢？他到底是谁呢？是谁？那个人仿佛现在正在考试吧？下午三点钟应该是在考。副科，他是谁的？就是副科，他主科都是上午考呀，下午都是考副科。三号考吗？那今天几号？哦，对，他要复习。对，就是我们的复印者，复印者，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毕竟别人是个学霸，所以他还是好好学习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带着他的祝福一起送给大家，是吧，孙一航？你今天送祝福，你觉得你会送个什么祝福？送个什么祝福？我的心就好了。我给你个豁开。那于淼呢？你送祝福的话，你应该会送什么？我觉得我不用刻意去送，我觉得应该能感受到我内心的温暖吧。好假呀！你现在看拿个手机，怎么？你都不讲一个什么有很有那种温暖感情的话，大家怎么能感受到温暖呢？何洛就交给你这个任务了。什么？送温暖呀。送温暖。好热啊！这个地方确实空调很热。对。从我进来开始，我发现我今天穿的好像有点厚。对，大家应该对都有空调。空调开了就暖了，对吧？送祝福。温暖，我看起来就很温暖。你好冷。哇，我觉得真的是少了复印者确实不够，就是不够那种学霸一点的，就是高级一点的东西。当然今天是12月25号嘛，就是我们的圣诞节，再过其实掰着手指头数就是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新年就要到了，所以呢看一下东西。所以呢我就来到了望京的阿里中心，给优酷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发糖。这个糖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昂贵，就是毕竟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，前面都有座位，大家没有必要站着。我觉得我找个地方坐一下。好的。对，应该是哦，你挪过来，那我再去。就我们直接拿。这个座位坐上去有一种感觉，自己仿佛是这一边的工作人员的感觉一样。今天这个会议大家想一下，今天这个会议就是给大家发糖，大家一定有没有信心做好这个任务？麻烦你把他们吓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我。好，其实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。其实我刚刚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它上面写让我们讲一下，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第一次的感想是什么。可是我就在想，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保安叔叔把我们围在一块儿，我都还没来得及观赏就已经进入了电梯，连那个等电梯的时间都省掉了，我们就到了这个房间。所以我觉得待会儿大家可以在发糖的时候可以见见工作人员，就是看一下这边的环境。反正我倒是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大上。对，也没有说我们公司不太高大上，就这个地方看上去更加的辉煌一些。好像没有男厕所是吗？真的吗？是吗？那 我刚刚去的时候，那请问一下在座的男工作人员，他们是怎么上厕所的呢？对呀、啊，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所以好呢，你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你就有个什么比较就是感想？觉得好像很有钱的样子。还有呢，你多讲一下呀，像我一样。觉得感觉会非常的富丽堂皇，就是因为感觉。这都是亮的，都是，就是，你懂的吧？懂什么懂？就是你没感觉这儿的那种，不管是装修还是什么的，你会感觉非常的开心。不是，就会感觉非常的亮，你懂吗？就感觉是在那个金光在闪的。就是意思说你皮肤比较黑，然后就亮一点。
我可能觉得这边比较干净，就是很清爽，然后之后可能会比较符合我处女座的性格。没有，真的是很干净，你看这个桌子对不对，就是非常的棒。因为这边没有小、啊、有道理，没有像你这样的小孩。哎呀，我像某些人的床上堆满了很多的衣服零食还有一些蛋白粉。啊，我说过了。什么什么？我们没听到。没有男厕所。怎么没有男厕所？讲一个，你们有动手。好的。就是第一次，因为可能是那个，可能是我们就是在公司里待多了，然后就没有看到过别的地方，然后出来看一下，就非常的，非常的新鲜，有新鲜感。新鲜感。对。好像是憋屈你很久的感觉一样。我的话就是看着就很。首先是感觉很大，然后很整洁，感觉从就光从这个房间看来，这个公司的人应该很多。因为对、哦、没有，我是看了这么多椅子，感觉就如果是，其实以我的观点，我觉得大家想象力已经非常丰富了。毕竟从刚刚进入这个大门，然后。被叔叔一直护送到电梯里，然后再过来，我们中间其实没有见过多少的东西，然后就讲了这么多。当然其实今天我们来的地方任务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还有其他任务在等着我们去完成。是什么？我们要三个是现场录。其实我们可以抱着被子然后还枕头睡在这个地方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开关一下。然后第二个任务呢是给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发糖。发糖。第三个任务就是现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。OK。好简单的任务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我们发给他们糖，他们应该也会发给我们吧。咋的了？你以为是交易市场吗？这个地方。哎呦，这个比。那么，对啊，现在信封摆在。对啊，问题然后挨个回答。OK。下雨。好。好。请务必念出星球粉丝的啊、哦。这个不。就我了。ID 是一碗白米饭啊。他提出的问题是小时候为什么会学 Lucky。Yeah.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吧，然后就是去步行街上面那个走路散步，然后照着看到一群人在中间啊，那边不知道在干嘛、就是一群人在中间跳舞，就是围成一个圈在那边跳舞，然后我就说哇好意思啊，然后我就跟着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，然后就在那边和他们一起跳，然后那边有一个老师发现了我，就说哇小伙子你很有潜力啊，然后就说明天多挣点钱而已。对呀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个回答，比如说你皮肤真的很好，但是你们地方有点缺陷，要不要又想着这边产品是什么，反正把学费交了都有天赋。对，但是我莫名其妙就去了那边，然后我上第一节课就是 Lucky。 对啊，是因为那儿的 Lucky 课最贵吗？没有。喜欢啊。哦。来，你听听。啊，就是我的问题呢，是一个叫做“限定期”的塔，他问我吃火锅必点的五种是什么？吃火锅必点的。就是在讽刺大家不会吃火锅，不会点东西。就是吃火锅必点的五种。我觉得太可笑了，吃火锅什么都要点，因为它就是每一样菜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作用。那你给我点，比如说下次你请客你就给我点好吗？比如说白菜的话它会吸油，对不对？然后点锅底吗？锅底那个是要送的好吧，真可笑。那你还要点碗呢，真的是还要点筷子是吧？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吃鹌鹑蛋、毛肚啊、鸭肠什么的。五样。只说三样，你就非要对吧？其实我的话一般什么都吃，除了有一样东西
不怎么比较少吃，就是猪脑，猪脑吃的比较少。跟他们不太，我们俩可能八字不太合，特别喜欢吃猪脑。啊，真的？那你离我远一点哈。因为猪是吃的。我的问题呢是叫做低朱雀糊涂同学，他说怎么样才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，一下子能穿两条秋裤？哎，你们看我上次那个直播了吗？职业。对啊，就是上次我生日直播那一次，对、啊、就是穿两条秋裤，主要是我其实没有有意穿两条秋裤，因为那天我要出去玩，但是我没有裤子穿，然后正好是一条裤子，它是破洞裤，然后我又怕特别冷，但是我又想好看，所以我就穿了两条秋裤。穿两条秋裤，他说为什么腿还这么细？我在想，你们是怎么看到我的腿的？我穿了裤子在外面。那个是保暖的东西，哎呦，你这是 out 了。啊，保鲜。你以为是洗保纸吗？那个不是。保持身材的话，其实到我这个年纪，青春期的小孩基本上都不会很胖，真的都不会很胖。但我就是怕我再大一点点的话，就会有出现很多发福的东西。但其实我也没有很怕。还早，我才17岁，还早。嗯，保持身材的话，大家就多吃蔬菜。其实吃猪脑其实也是可以减肥的，毕竟里面吃啥补啥。那个，我这个是一个可女孩，这个名字叫做可女孩啊，一杠。那好的，然后他是问题是你的方向是。我的方向是做演员，那么你喜欢是现代剧还是古代剧？我觉得武打现代古代都可以。不是，因为古代你得剪头发。不用啊，你可以，哎，你刚才不是可以贴那个皮儿，就是贴在上面，就看似你这个人是个光头，其实你的头发都被藏在里面。好的，就是这样子的话头发会很痛。戴假发那也很痛，就是古代剧。古代剧他剃那个前面那一圈那个光头的那个。对，现代剧比较贴近实际，但是如果反正我就不跟李默一起演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他是怕我跟他演，因为我跟他演他就会笑场。不是，主要是先笑场。是他先笑场。主要是他一上来就是演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很逗的那个。我上来就是很正常的，你自己现在演一个，来，先演一个，你先，我们叫做等待。哎，大哥，你今天坐几号公交车？哎，这位病人，你该我哪是病人？对，我就是几号公交车。我护士给他打针，不行了他啊！嘿，我是801，你是80几啊？那你有没有问你到底喜欢现代还是喜欢古代？啊、我喜欢都演。都演，就是你有一天同时接到一份现代剧，一份古代剧，那你只能推掉一个，那你会推哪一个？而你那个就会得罪别人。好不好，下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腼腆的贝琳达桑。是的，他说想问迟疑宝宝，何洛洛他们不在，当老大的感觉怎么样？何洛洛他们不在，就是你们三个不在。我们不在，皮痒了，讲啊。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感觉。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人在跟我一起作对，没有人来在欺负我，就是很自由很爽快那种感觉，要起飞的感觉，知道吧。哎，大哥，你等的是几号公交车呀？你知道我看他那个哎，你们上次去哪呀？就是那个你们三个人，就他们三个人，就是我们17岁的都不在了，然后他们拍照片都这样的，是吧？穿黑色衣服的。哎，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带着笑容呢。20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走红毯的那个，想起来了。我发现我就发现，就是他们走红毯那一次，我发现没有我的颜值衬托他们，完全就看不出来他们长得很帅。再说你，那就说你老好了。
嗯，对啊，你要衬托我们啊。哦哦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全体的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我看一下，艾特双子晨晨，他说想问各位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奇葩的礼物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哈，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回答一下。没有啊，我身边都是正常人，除了你，所以我基本上不会收到，但是除了你，但是你又不会给我送礼物，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收到过什么特别奇葩的礼物。上次不是给了你两支笔吗？你还说很谢谢我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抽屉里面找到两支闲置的笔，我说子豪你要吗？我送给你两支笔。他说啊，这个笔谢谢你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他太可怜了，老师让他上课做笔记，他都没有笔，然后就拿那个指甲盖去划那个字母，然后着重点那个音，我笑死了。收到过什么奇葩的礼物没有啊？我吗？奇葩都没有，但是就是我上次就是那个生日的时候，忘是谁来着，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一盒月饼，我就当时就懵了，What？ 而且我不是一盒，就是一个，就这一个。我没有，后来我就放那边没有拿。还好吧，没送月饼，这样好。至少五仁现在还是吃的就不错了。那你呢，何洛洛？最奇葩的。因为你们都没有送给我礼物啊。你哪儿送给我圣诞礼物了？我说我把我送给你，然后你又不要。圣诞节还要送你？说的我就是从小到大肯定有人。但我有送给别人很奇怪的礼物。嗯。哎，我送你了吗？我没送你。送了。我没送你。送了，昨天就送了那个很丑的那个东西。你说不发红包，送过一个熊，而那个熊还很小，就是那个。对，粉红豹子。对，我说是那个很奇葩的是那个吻，我送了他了的。他有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没有啊？他要强逼别人去收。就是一个吻，一个纸上面画。对，画。然后他亲一下，然后就间接性接吻的那种。什么？就是这样。很正常，我们是朋友之间。那孙一航，不，你叫职业。我孙一航。最奇葩我记得好像是何洛洛送的一个那个，我没有要吻，我也不要那个黑色的一个脸，知道吧？那个解压球，一个人的脸就是可以随便捏的那个。捏不了几下，结果我穿透了。你现在可以送给小兔。坏了，没有了，应该搬家都搬没了。奇葩的礼物，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，好像收到过最奇葩的礼物，就是他把他的丑照，然后做成那种照片，然后印过来，然后给我寄过来。就照片。对，照片是那种很丑的，而且是他拍角度，就是那种很丑的照片，然后给我印成那种纸质的之后，然后给我寄过来，寄了这么厚一点。你们相信吗？你们觉得很奇葩吗？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给你送礼物。那你也太小看我了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讲，我知道。随便乱丢。我知道是什么。他们怎么知道啊？他，我知道你送镜子那个镜子都把我搞丢了。他那个镜子，他发给我的那几天，我都觉得好。镜子。你不在，你在日本。我是不是上学的时候，你的镜子被老师收走了？上课照镜子。我是中午，不是在老师那儿，自己去拿。好烦呐、啊！主要是我上课我觉得无聊，就会起痘痘，但是一起，然后老师他就会，然后后来我接同学的也被收走了，我今天收了四五个了已经。好吧，那么现在第二个任务就是。去给我们的这些的工作人员发糖，糖呢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到时候就，对，
走吧，我们去。这个是给我们的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装的应该是苹果，对吗？平安夜。是苹果。哎，他们还刻了字的耶。我们有吃过苹果。哎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他是涂了色素。哦，刚他是涂上去的是吗？不是，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贴上去，对，它贴上去就是它没有光合作用，它就会这个样子。走吧。给我看一下。你干嘛？你怎么跟偷了东西呀、啊，孙一航？他叫左，他叫陶左。我，对呀、啊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零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哈。你们可以自己选。这些东西就留在这。送给自己。这一袋吗？啊？一个就可以了。一颗。这。要些温暖。是菲列罗吗？有钱。你送礼物。怎么全都是巧克力呀、啊？菲列罗好吗？我要先温暖别人，得先温暖一下自己。哦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哈。选一个自己吃掉。只能选一个。当然选菲列罗了。好多、啊。有这么。大概都有啥？对吧？试一下。自己最喜欢哦，大概哇，这个袋子有点臭哈。有菲列罗，这个巧克力豆。旺旺，还有巧克力，基本上都是让大家发福的一些东西，找到幸福感，对不对？大家吃完可以喝点奶，可以不？可以，甜甜的，对，送温暖嘛。那我们走吧。天黑，走吧。随行，你拿这个。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哥哥姐姐们发给他们糖吃。哥哥，给你糖。多谢。没事。圣诞快乐。你发了多少？我发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需要控制一下量。我们是哪边都可以发。对，这个看你们。哥哥。谢谢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那我怎么去加？我是谁？我怎么是谁？那个姐姐。哇，谢谢！哎呦，谢谢。圣诞快乐，谢谢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谢谢。不谢，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，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易安音乐社。啊，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孙一航。我是来自易安音乐社的于牧阳。我是易安音乐社的石毅。我是易安音乐社林墨。我是易安音乐社何洛洛。哎，谢谢。快，孙一航拿着你的麦，继续往前走。好。你们发完了吗？走开，我来。圣诞快乐。谢谢。圣诞快乐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真的好多、哦。圣诞快乐。不用谢，圣诞快乐。艾伦，哎呀，这次没有带的吗？我再多给你，谢，这么多，那我，哎，好像，还有这边，哦，
拜拜。这边这边这边还有都有人那、啊、是不是要给出差的？对对，出差的你也给。这边咱们去送货。出差的不用给。好，走吧。大家注意量。我看好多啊，还有。还有好多是吧？我们还有好多。还有两层楼啊、哦，还有两层楼。我都快没了。别在这边是不是相通的？你看嘛，只有女厕所。对对，男厕所在哪儿？你自己不看？要不我们去参观一下男厕所？不用。Hello， 姐姐，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。生日快乐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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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这年是有人在的吗？有的，这个也有。啊，完了，我提前吃完了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圣诞快乐。你们自我介绍了吗？没了，我看没了。哎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哥哥，圣诞快乐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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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圣诞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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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，谢谢，圣诞快乐，谢谢，谢谢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圣诞快乐。哦，没有了。我们画完这层就要暂定，给大家带来第三个环节了。哦。啊，就在这儿吗？对，我刚看到他了，我刚一直没送，现在可以把糖袋赶紧送出去。好的。来自易安音乐社的小弟弟们给大家来发糖了，大家收一下。谢谢。没有了。没有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呦，圣诞快乐！啊，你圣诞快乐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没了，我只能送袋子，已经没有了是吧？我只能送袋子。好，咱们正好先亮火呀！你们是圣诞快乐吗？嗯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没有了，还有别的吃的吗？还有多少？没了，你把袋子送给我。寻宝了吗？后面还有，他好像后面还有那个。OK。哎。还记得我们第三个环节是什么吗？是表演吗？对。完成。就是要选让十分开表演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糖啊？没了。还有多少糖没有发？他好多，你每次送这么少干嘛呀？没有，我让别人谁记得好的。哇，别人先拿去，他偷啊他，你怎么偷啊你？一会儿我们还要就是，我们最多的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最多的那个先给我们来一段个人的 solo， OK 吗？肯定是河洛，干嘛？我刚刚把你还过去啊。你不要还，没事，我不要，没事，我先不要。你都没了，送我吧。哈喽，加油！确实可。
唱歌跳舞。那我就是，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准备考试，然后这个舞蹈也是准备给大家的考试的舞蹈。准备啦。然后应该是糖最少的人要来第二个表演是吧？是吧？谁呢？是这个空空如也。不知道。好，我这位，我可以跳舞 freestyle。OK。歌呢？需要随便随便。哎，就给他放我的歌好吧？可以吗？一样的。哎，有音响吗？大家有音响吗？给你来伴奏。这个有音响吗？大家？谁可以提供一个自己的音响？谢谢谢谢。我来给我来。对，谁有音响？没有。谢谢谢谢。要不你连一下。谢谢。哇！好假的。应该给一个拥抱。不是，你看热点，应该是热点观众。不是，您先把那个随便给他一首歌，他都可以。确定随便一首歌对吗？只要是正常的歌就可以。那今年圣诞节我们要不来选一首关于圣诞的歌？ Thank you man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在那的闹闹，在你门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心脏蹦蹦跳，你留下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，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。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，能把我的心融化掉。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的笑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可能是我，可能是我今天大意了吧。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需要张扬。
就是，好，就是你要跳这个，就是我现在换一个，但是还是 freestyle。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来。啊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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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Q 一下，这个。十一有给大家准备歌。我知道，我跟上面写了的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讲。十一给大家准备的歌呢，是一个非常好听，叫做《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》。那个。对啊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自己看第一个。就直接他开始唱是吗？我听不见。可以重放一下吗？这个是那个是吧？我帮你拿着吧。不用。当两颗心开始震动，当你瞳孔学会闪躲，当爱慢慢被遮住，只剩下黑，距离像影子被拉脱，当爱的故事声听说，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那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谢谢。就我嘞，该你了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清唱一首啊！清唱的够，我都不知道我清唱会清唱什么歌。唱个你那个个人 solo。狸猫军团，你唱。你唱吗？我想想看，我在脑子里在想我可以唱什么歌。OK， 但那个不太适合清唱。哎呦，想我要想好久啊，突然间磕的我。想，哎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。自己。
唱首自己的歌吗？他有个好好哦，对，有好好可以唱哎，唱好好怎么唱的？等一下，我想想，哦，不对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是，不是起高子。哦，好感谢你哦。不对，不用强调，我自己起个调。想吧，唱不上去，这不是我的 key， 直接我清唱吧，直接关。不对，副歌的歌词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有脚。好像只有一段。最安静的时刻，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，寂寞包围着孤岛，还以为幸福想念能陪伴我，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，却不肯睡着。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。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，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到遗憾无法打扰。对不起，这个有点低，假音不好唱上去。好烦的你们这群人。好，谢谢。Okay. 好了，我们还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我的东西放了，对，我的东西哦，放在这里去了，啊不行，我突然间扣到我这个群，啊，谢，来个自我介绍，你干嘛这么客气？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易安音乐社。然后祝大家圣诞节圣诞快乐，好烦啊，一点默契。啊，然后你来说一下。对，因为谢谢大家，因为我们是易安乐社，今天在这个阿里中心能感受到大家的，就是一些哥哥姐姐的一些笑容，感觉特别的温暖。因为毕竟大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也是有一点点陌生，但是哥哥姐姐还是非常的配合我们，没有让我们就是那么的尴尬，还是挺感谢他们的。最后呢，我们的工作任务今天算是圆满完成了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那真的是感谢大家。那等等等，网友们也请大家请关注一下优酷娱乐、优酷星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想翻开手机，看一看日历，却都是空白的遥控。
小小女性，我的全开把她推过去，不去一秒排队，排队去吧。朝着梦想前进，进度调整在树林，我上翘的嘴角会带来好运气。讲讲讲，天气慢慢的来着，讲讲讲，青春就是要讲。讲讲讲，触摸彩虹的星光，讲讲讲，这感觉一级棒。哎呦，电池有点拥挤，但我有了悬浮的超能力。如果是小小明星，我的全开把它推回去，不提一麻烦都是外星，请把我当天地，朝着梦想前进，进度调整在雪里，我上翘的嘴角会带来高运气。讲讲讲，延迟慢慢的能量，讲讲讲，青春就是要讲。讲讲讲，触摸彩虹的星光，讲讲讲，这种感觉一级棒。讲讲讲，元气满满的能量，讲讲讲，青春就是要讲。讲讲讲，触摸彩虹的星光，讲讲讲，这种感觉一级棒。练起来，元气满满的能量，讲讲讲，青春就是要讲。讲讲讲，曾经的我和星光，讲讲讲，这感觉一级棒。哎，是，大家应该。